最近错位时空我看挺火的，要不我们这次给大家来点不一样的？来点不一样的话，要不整个活吧？我刚才想了一下，要不然整一个那个错位时空的乐器交换吧。很好，我特别想尝试一下你的笛子。我早就想尝试一下。弹琴要先绑这个指甲啊，要绑在这个指甲才能发出声音。嗯，然后大指的话是这样斜着绑，然后用胶布把它缠上去。我就显得很笨拙了，已经很有天赋了。真的吗？太棒了！来看一下笛子啊，然后那个你吹的时候要用从哪吹啊？这是吹号，这地方为什么不能吹？你先，这个地方是按手指的，按手指的，按手指的。Nice。对了，怪怪的。绑这个跟你们那个不太一样，你们手是放开捏的，我们是要动，我们要动起来。我是谁？我在哪？我们要动。这是啥？哎，用中指挂住它。拉地表了，三四 run， 空弦收外弦，对啦，懂得快，可以，不错。队长，我们准备好了。那准备好了，我们就开始吧。请大家佩戴好耳机，我们即将开始我们的交换乐器版错位时空。也是你玩儿，对，准备吧。来，走。吹呀吹呀，我的骄傲放纵。好了，我们就不折磨大家了，我们就好好的给大家来一首正版的错位时空吧。我是听到两个真的东西，是刚才做的对比。